精英律师将于12月20日播出，由靖东、蓝盈盈领衔主演。罗宾是全景律师事务所资深的合伙人，黛西为了闺蜜的一场官司，到律师事务所找罗宾理论，误打误撞，机缘巧合成了罗宾的助理。在共事的过程中，两人因为处事上的见解差异频发冲突。同时，出于对律师这个职业的热爱，黛西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之上，最终引起男友的不满，两人分手。在经历了几个项目上的互相合作，黛西与罗宾对双方都有了更多的了解。黛西由最初的讨厌罗宾，逐渐对他产生了尊敬，而罗宾也受黛西的感染，不仅在关心输赢，也变得去关爱他人。历经磨练之后，黛西最终成为了一个优秀、富有正义感的律师，在工作上和罗宾也有了更多的默契，两人成了所向披靡的最佳搭档。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或是想得到更多与电视剧有关的资讯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